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哥，现在在全国最大手机批发市场华强北飞燕市场，很久没有给大家更新视频了，感谢大家对我的关注。这几台都是粉丝们预定的 13PN、13Pro， 各大内存都有。 13PN 这款手机不管从性能、续航、拍照、拍视频各方面，给人的使用体验还是非常不错的，性价比方面也是非常的高，像这种高电池效率、外观冲新的标准，然后价格434张就可以拿下了，电池效率90+的大概412张，价格略有所下降。这款手机再使用几年完全没有问题，如果你喜欢大尺寸，预算又够，那可以选择这一款手机。这一台是 13Pro 512G 的，充电10几次，电池寿命 100%，外观冲新，也就达到准新机的标准，4张就可以拿下了。像 13Pro 它是 6.1 英寸，那对比 13Pro Max 6.7， 尺寸大小不一样，续航不一样，其他都一样，那就要看你的使用习惯。这一台是镇江一位兄弟拿的，99的高电，外观98星的标准，没有磕碰划痕，屏幕非常的亮， 256G 的，像这种是美版无锁，也就是说没有任何限制条件，直接插卡使用，全网通。这一台是美版有锁 15Pro Max 256G 全新未激活的，是帮浙江义乌的一位兄弟拿的，他的要求是内置卡贴，然后改这个超薄卡槽，改完之后能够自由的更换电话卡，50张就可以拿下了，全新未激活的，改完之后我们必须要激活测试。这一台是 11Pro Max 256G 东莞的一位兄弟拿的，拿来当工作机直播使用，那20张出头，性价比方面还是非常高的。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我是李哥，感谢大家的观看。